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第52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1/8的决赛。那么在前面我们看到中国选手王浩、马龙、许昕、张继科都已经顺利地晋级到男子单打的前八名了。那么今天的现在这场比赛呢，是由德国的名将、伦敦奥运会男子单打第三名的奥恰洛夫，世界排名第七位，他的对手呢也是他的队友，世界排名第28位的鲍姆。这次世乒赛的这个抽签这个同一协会的选手抽在一起的比例非常多。你包括男子双打，日本两队选手也是提前相遇，韩国两队选手也是提前碰到了。那么这个抽签都是难免的。我们看到鲍姆呢是左手横握球拍，早在德国多特蒙德世乒赛的时候，鲍姆呢也就成为了德国队的主力。当然他和奥恰洛夫来比较的话，那奥恰洛夫肯定会更加突出一些，从成绩上，从技术上。来看一下奥恰洛夫在本次世乒赛上首轮战胜了俄罗斯的布洛夫，第二轮战胜了克罗地亚的老将库里莫拉茨，第三轮也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战胜了中国香港的唐鹏，晋级到今天的前16强。再来看一下鲍姆在首轮战胜了萨斯拉桑，第二轮胜了奥地利的老将施拉格呢是2003年巴黎世锦赛的男子单打冠军。之后鲍姆呢是战胜了法国的名将莱贝松，晋级到前16名。那么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和张继科在争夺4强当中相遇。First game, bound to serve, 0-0.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为您介绍这场比赛的第一局。2-0. 哎呀，漂亮！鲍姆虽然也是一个典型的欧洲式打法，但是他在反手位。他有一板借力的弹击球，这板球呢应该说是有特点的。欧洲选手通常呢反手呢是用大动作的弧圈球，鲍姆刚才连续两个借力发力的弹击，虽然没有弹着，但是这个球是有威胁的。 0-50. 奥恰洛夫今天势如破竹，应该说对同一协会的队友来比赛的话，应该会异常的艰苦和困难。
哎呀！但是奥恰洛夫呢，在开局就表现得非常积极。奥恰洛夫可以说在这两年当中啊，一直是稳步上升的一个趋势。啊，这个选手呢，一个是他的技术很扎实，另外一个呢，在比赛当中啊，发挥也相对稳定。那么在伦敦奥运会啊，在一些比赛当中已经明显的感觉到，啊，他即将要超过德国的名将，德国的一号波尔。奥恰洛夫的技术特点呢，在于他的发球和他的中远台反手的拉球。7-4. 好球。4-8. 这是一板希腊旋球的爆冲。啊，这个球啊，它和拉上旋球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下旋球呢，一个是对方搓过来是加转的，啊，需要更多的腰部、腿部的力量。上旋球呢，啊，相对板型要压一些，要判断出对方的上旋的旋转。现在奥恰洛夫呢是第一局。领先三分。8-6。8-6。8-7。Timeout。啊，现在应该是奥恰洛夫叫了一个暂停。一般来说呢，很少有运动员在第一局就叫暂停，可想而知，今天奥恰洛夫对这场比赛是多么多么的看重。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奥恰洛夫对鲍姆的比赛。8-7。Yo, come on. 9-7, 7-9。8-9
这半球我们看到奥恰洛夫啊，在搓长的时候弧线偏高，被鲍姆侧身抢拉之后反拉没有成功，下网了。9-9，在这几分球奥恰洛夫处理的有些慌乱，一个是呢总觉得对方在追着他压着他打，他没有主动去调动对手，让鲍姆反而打得有些喘不过气儿来那种状态。所以乒乓球比赛有时候非常需要以逸待劳，调动对手。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奥恰洛夫啊，在落点非常死板啊，总是给到鲍姆的这个反手位。鲍姆呢，现在用侧身也能够得分，反手呢也很主动，所以奥恰洛夫应该去调动一下鲍姆的大角度正手位。那么11-9，第一局比赛其实开局奥恰洛夫是全面的主动，突然一下呢在场上出现了几个失误，当然这几个失误不足以说输掉第一局，但是在暂停，我想这个暂停要的也能够说明，就是奥恰洛夫呢他内心还是比较慌乱的，就心不定没有把握，所以呢叫暂停稳定一下情绪，但暂停之后还是没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奥恰洛夫因为他是德国现在绝对的主力，无论是从名气、世界排名、运动成绩都在这个鲍姆的前面，所以在和自己队友比赛的时候关键的是这个心理上是怎么对待，如果说过于想赢可能也会适得其反。我们的观众朋友希望您在观看比赛的同时呢发送手机短信发送9-10066，49185，全场将有3名幸运观众将获得洋河蓝色经典提供的天之蓝大礼盒及1000元现金大奖。10。1-2。那么这场比赛呢还是取决于奥恰洛夫的发挥和他心理的稳定，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这场比赛从技术各方面应该是奥恰洛夫的水平和综合能力远远在这个鲍姆之上，但是第一局我们看到奥恰洛夫的整个心理的变化起伏是非常大的，前面很主动，然后到了中后局以后变得没有任何办法去改变场上的情况，主要是还是取决于自己的个人心理上的这种波动太大。1-6。
6-2. 4-6. 11-6. Donc deux manches à zéro.好球。4-7。这板接发球，奥恰洛夫呢是用反手过来。上旋球调打啊，这个调打是在发力。7-5。现在对奥恰洛夫来讲又是一个新的考验。哎，第一局上来很顺，但是后面突然变得束手无策。现在第二局奥恰洛夫又是大比分领先，但这几分球啊，能够感觉到奥恰洛夫啊，他好像对这局比赛也非常敏感。其实输两分球也很正常啊，只要不连续的出现问题和错误，就会把握比赛。7-6。这几个球呢，都是奥恰洛夫在进攻的时候啊，他的落点不够严密，并且呢被对方防回来的时候没有还原的准备。7-6。Go! 6-8。这个球很可惜啊，实际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这个和自己和队友进行大赛较量的时候啊，最容易暴露运动员的心理啊，到底这个运动员心理上能够承受多少，是不是很过硬啊，和自己的队友比赛最容易暴露出来，因为队友是最了解你啊，对你无论是你的性格、你的脾气、你的球路、你的习惯啊，他都了如指掌。8-9。因为他们要共同训练啊，共同比赛，所以这时候呢也最容易抓住你的软肋。那么奥恰洛夫你看这两局球都是自己出现问题，现在比分是8-9。
这样11-9，奥恰洛夫拿下了第二局，啊，也度过了一个小小的难关啊，因为第一局失利之后啊，第二局再拿不下来，这个场上就会发生不好的局面，对奥恰洛夫呢就很不利。那么接下来将继续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情况。每一刻让你与家人亲密拥抱，每一刻让你与家人分享便捷空间，智享每一刻，生活更美好。喜力啤酒倾情呈现冠军欧洲栏目，喜力啤酒，敞开新世界。用拉球来接发球为主，之后呢，尽量还是体现反手这种大力的弧圈球。那么奥恰洛夫的正手其实呢也有着不错的水平，可是相比反手而言，奥恰洛夫正手的这种轻重对球的感觉能力、调节能力啊，要远远差于反手。哎呀，漂亮！这个球你看奥恰洛夫啊，在远台通常呢是反手加力之后也是一个习惯性的侧身啊，这个侧身有时候会显得盲目。4-1，2-4，啊，观众朋友们，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呢在法国一共进行8天，那么从今天开始就进入到了决赛的阶段，每天呢都将产生世乒赛的金牌，产生冠军，今天产生一项混双，在明天我们将会产生女子单打和男子双打的冠军。那么在后天呢会带来最后两项的决赛，一是男单，另外呢还有女子双打的冠军争夺战。Come on. 5-4。4-6。
那我们看到这奥恰洛夫在对左手运动员的这个整个套路线路和战术上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说奥恰洛夫现在和鲍姆他这个反手的大力抽杀呢就一度发挥不出来。5-6那么我想呢，这个左手对右手，右手对左手，啊，第一位摆在第一位的应该是落点和套路。啊，如果你不能调动对方的线路和角度，啊，那你打起来会非常累。7-6 那这个球是到了奥恰洛夫的正手啊，奥恰洛夫还是用反手掉过身子来接这个球，然后再回到他的反手大脚。抓 6-8 其实没有必要，这样的话就是说奥恰洛夫现在和左手打你可以去用反手的进攻，但他这个进攻呢是跑到他右方去进攻的，这样你跑过去再跑回来啊，一下你这个击球质量就会下降了，因为你这个跑的角度太大。7-8啊，如果说奥恰洛夫对左手鲍姆的打法啊能够把正手腾出来，可以多用一些正手，人要稍微侧过来一些，侧对球，以正手多一些为主。反手呢再尽量的去发挥，你看这个人奥恰洛夫只要侧一点他马上就能够取得这个主动，如果说奥恰洛夫还像对右手打的时候那样一味的就是我就全台用反手，那这个球就感觉打的不是太合理。9-8Ovcharov. 9-9现在打成了9-9这关键的两分也关乎着这场比赛的一个走势。好球，这个球难度可超大呀，我们看奥恰洛夫在正反手拉完之后再侧，这个侧的时候这个球啊是已经往下掉了，但是奥恰洛夫靠他自己的力量靠他的调节能力还是把这个球拉到了鲍姆的直线。10-10这分奥恰洛夫的这个处理啊就不太得当，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关键的比赛特别遇到擦网的球要小动作去救啊，但是本身奥恰洛夫他属于大动作大幅度的，刚才那个擦网就完全不要去使用大动作的抽杀。我们来看视频白短 10-11现在场上就是出现了奥恰洛夫他很困惑的地方，就是对左手打对鲍姆我到底是用正手，人家给你正手你是用正手还是用反手，其实用反手是太牵强，用完反手之后还要往回跑。
12-10, game to Baum. 10-12。这样，鲍姆就拿下了第三局，2-0领先。我们还是稍事休息一下，将继续为您带来这场52届世乒赛男子单打1/8的赛事情况。风骨酒王邀您共同见证国球荣光。丰功伟业穿侯国，杯酒沉浮江山顶，滴醉酒度风骨酒王。匹克 TP9 战靴搭载梯度加速科技，为脚掌施力重点提供高弹力反馈。 TP9 就是速度， NBA 官方市场合作伙伴匹克，让勇敢充满自己，为前行，为明天，为胜利。狼牌特区52届世乒赛男单1/8的决赛是由德国选手鲍姆对德国的另外一名选手奥恰洛夫。那么在第三局包括前两局都存在同一个问题，就奥恰洛夫啊，这个运动员他这场比赛他有一些困惑，这个困惑在于就是这个鲍姆给他正手位的球，从奥恰洛夫的接发球开始，在他的正手位他该用反手来接还是用正手去拉。啊，有时候呢他用反手去接啊很牵强啊，等于人完全跑到正手用撅着那个，你看这种球接发球是吧，就很不合理，也存在问题。所以这个奥恰洛夫还是要调整思路啊，不能说就是以自己的一些特点，以自己的一些想法和需求来打，而是要根据对手。那么现在对手呢，就是作为左手运动员鲍姆呢，就给到你，比如说给你落点，给到你正手的时候，从发球给到你正手。那么奥恰洛夫实际上就充分的要体现啊，用正手来进攻。所以刚才第三局呢就很有意思，感觉奥恰洛夫呢就不知道该怎么打，我一会儿用反手，一会儿用正手。啊，其实就是说你正手的位的球你就用正手，反手位的球你就用反手来接，最简单的一个办法。 2-4。 3-4。 那么场上呢也出现了新的情况，就是鲍姆这个运动员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他和一般的欧洲选手这个特点还不太一样，特别是这个球大家看，就是反手啊他会一种在近台的摁压啊，这个球就是撞击来摁压，这样的话呢他就能有速度。通常呢欧洲选手呢都是两面大动作拉弧圈，但是鲍姆不是啊，他鲍姆的反手呢他能够快速的借力发力，能够在台前防御啊，小动作撞击的防御，这样奥恰洛夫呢好像总觉得你还抽不出手。那么这场比赛呢我想奥恰洛夫呢应该完全的改变思路啊，这个思路就是说你不用时不时的人调过来用反手，感觉很累一样，因为对方左手给到你正手大脚，你还用反手，就看着特别不合理。那么，如果把思路调整过来，奥恰洛夫就是该用正手用正手，突出正手，反手呢，在反手位的球可以发挥反手的强势。
5-5. Ovtcharov. Six, five. Six, 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呢，有80多年的历史。那么世乒赛有7座奖杯，这7座奖杯呢，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男团，男团的杯名呢叫斯韦斯林杯，是由第一任国际乒联主席蒙塔古先生的母亲斯韦斯林夫人捐赠的，就称作斯韦斯林杯，第一届开始就设立了。7-6。另外，男单的奖杯呢叫圣伯莱德杯，是由原英格兰乒协主席伍德科先生所捐赠，也是第一届就开始设立。男双呢叫伊朗杯，是由前伊朗国王捐赠，也是从第一届开始设立。7-7。女子团体的奖杯呢叫考比伦杯，是由原法国主席乒协主席马塞尔考比伦先生捐赠，是以他的名字命名。那么从第8届世乒赛开始设立。女单叫吉盖斯特杯，是由原匈牙利的乒协主席吉盖斯特先生捐赠，也是从第1届就开始设立了。女双的奖杯呢叫波普杯，是由国际乒联名誉主席波普先生捐赠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第2届开始设立。混合双打就是今天，前面我们为您直播的，朝鲜选手金仲和金鹤峰获得了赫杜塞克杯，也就是混合双打的冠军。7-9。那么这个奖杯呢是由原捷克斯洛伐克乒协秘书赫杜塞克先生捐赠，从第1届开始设立。世乒赛呢从2003年开始，就分项了，团体呢归团体，2年一次，单项呢将放在一起打5个单项，所以运动员呢从体力上、精力上的要求、技术上的要求，也是单项的比赛是最艰苦的。好，我们接着来关注比赛。现在鲍姆呢是第4局领先1分。这个球太机会了，奥恰洛夫在第1板接发时已经取得了主动的情况下，第2板的跟进，我们看第2板的跟进，这个球呢是下网了，所以很可惜，第1板的质量高，第2板如果能侧身，所以男子的选手啊在比赛当中
在有可能的情况下，还是需要突出正手来得分的。那么我们还是稍事休息一下，将继续为您带来这场德比之战。水中贵族，百岁山。透气爽朗，清透软弹。贵人鸟全新泡泡科技，运动快乐。Fifth game, bombs to serve, 0-0.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接着为您带来世乒赛。鲍姆和奥恰洛夫的比赛，抓！哎呦！啊，整体今天就是感觉这个奥恰洛夫啊，他很虚这个鲍姆的球。啊，鲍姆呢，他反手有板甩，但是台前呢，他也能弹击。抓！鲍姆应该是德国队的四号选手或者三号选手。啊，奥恰洛夫呢应该现在打前两号。啊，他和波尔可以根据团体赛当中根据对方的情况来排阵，所以奥恰的位置要高于这个鲍姆。但今天的比赛呢，应该说现在整个发挥呢还不是太理想。那么除了奥恰洛夫在第一局开局的上半局打得很好之后，到现在已经快过去四局了，那么其他的球呢就表现得差一些。但这里面我想不光是心理啊或者是波动，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奥恰洛夫对左手持拍的选手啊，他显得办法不多。因为在这个高水平的比赛当中是用正手该用反手，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但是奥恰洛夫反而呢就是说在今天特别对方从发球，你看发球发到他的正手，这种球完全没有必要用反手来接啊，正手可能他并不擅长。那么所以在比赛场上呢就是觉得奥恰洛夫有些球是打得不正确的。现在鲍姆呢在第五局5-2领先，我们看奥恰洛夫究竟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扭转场上的劣势。哎呦，没辙了。这边奥恰还在想尽一切办法，那边已经出彩了，已经打出状态了，已经出状态了，所以这会儿呢，这个很难抵挡鲍姆的疯狂状态。这场比赛基本大势已去，除非奥恰洛夫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从这场比赛我们也看到，这个运动员啊，特别是高水平啊，不能有明显的一些漏洞。你像奥恰洛夫，他反手就是超好，正手呢，就相对反手来说，这个比例只能占到30%。那么他对左手他必然要用正手啊，那奥恰洛夫呢他就不想用正手，他还想用反手，总想用反手，这个就不切合实际，就出现了在场上犹豫彷徨一些局面。
现在鲍姆赛点，这样德国选手鲍姆战胜了奥恰洛夫，4-1，晋级到了男子单打前八名。他将和中国选手张继科来争夺4强的一个席位。好，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视频赛的直播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陪伴，感谢您守在电视机旁。那么我们还会在今天的北京时间从下午开始继续为您带来视频赛的直播。我是杨颖，观众朋友们再见。